接下来我们要一路的有三位很厉害的表演者登场，我们来帮我介绍一下接下来登场的哪三位。好，接下来三位呢，分别是西蒙、阿迪，还有报音的杰阿基亚。哦，这听名字都不得了的三位了，您认识他们吗？能帮大家介绍一下吗？哦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三位其实有个共同的特征呢。是什么？就是都曾经有在日本发展过。哦，这是旅日的。